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三下五，去二，四下五，去一，五上五，五上五，进一，这个，五上进一，五进一，六，六，这算抽和也太难了。刚学看账本，这算盘怎么用都用不会。你们老家不用珠算吗？老家那些账，心算就行了。这个，五上进一，哎，你打一个，我看看。六上一，是这个吗？ 你蔡元子种出的破训，按照你说的法子做的。嗯，真香。哎，一别之后，哎，你还我。两地这什么字啊？你这字写的连行都没有，还不如小十一写。 这种结构写的不好，要加练。本来课也就不少，你还给我加练，我知道我字丑，行了吧？也不是丑，是还挺可爱的，至少比五哥写的好。那要是想比武少主写的还丑，也是不容易的。 之前说你是只猫，现在真成花猫。嗯。啊！我给你擦掉，不是故意的。 我不是故意的。
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我可是六少主，你不能这样。你哥哥就是故意的。我不是故意。你过来。